他走火入魔了，把他带走吧。 你怎么会搞成这样？怎么样啊？他的内功在体内乱窜，显然是练功过度，而力有不及呀。风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我浑身上下酸软无力，好像还有很多虫子在爬。走火入魔之下，走火入魔之下，前辈，你一定要救他呀！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的内功全部废掉了。啊，那我不是变成废人了吗？ 如果不这样的话，我怕你的五脏六腑全部破裂，肝肠寸断而死。不行，不可以让他成为废人的。不行，这都是他自己做的孽，怨不得别人。你明知道冥界山庄的武功是不能速成，只能按部就班的练，你这样还练不死啊？祖上积德了。不用死啊！等你三功之后，我传套易筋经给你练，你就没事了。 这样不太好吧？这样你太吃亏了。不吃亏啊，武功是身外物，一个人练跟十个人练都一样。我也是人家教我的，易前辈。